来出下不肥仔，来啊，出下鸟屎阵啊！虽然你是畏惧饥饿，但是今天也让你看看滴答的恐怖。原来滴答也他也害怕，这样子哦。对了，让他害怕，让他害怕。你放生气的脸在我面前呢、啊，来一起，兄弟们上！这里看到的就是布洛克，嗯哼，小小布洛克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畏惧，好不好？我们往上走，往上走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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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奔腾 ，OK， 奔腾小事情，布洛克，布洛克在这里，他应该是没有这样容易射到的，所以还可以，还行。我这里跟滴答玩，但是啊，几乎不会限制人啊，只是想攻击我，所以应该还好一点。想攻击你啊？那就没有问题了吧？来，我们上去吧，往上走吧。哦，结果他真的攻击成功了。结果打死你啊！没错，他的攻击最后是成功了。怎么回事？奔腾回来。怎么回事？啊！我又死了一次，我去找别的先。哦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他赶出来了。OK OK， 往上走。我只要回一分哦。打一打这个奔腾没有问题，再打一打这一个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布洛克，布洛克 ，OK， 漂亮，收下一个，再往旁边去，耶，不能出来，小心他的闪哦，他一闪过来打我们两下就不见了，但是应该没问题了。哦，滴答鸟屎，哇，滴答鸟屎，滴答跟鸟屎合为一体，滴答的鸟屎物，厉害，差点又死多一次。来，第二个在家，这时候呢，在他们家布下鸟屎阵，哦，他们往那里跑，我们一直这样子压迫他们，侵犯他们的地方。哦，他家就是我家的概念、啊、对，打成他家就是我家，我家也就是我家的一个概念，那所以全都是你家的概念。对啦、就是、别人是来做客的啊，对，你们都是客人 okay, okay. 但是我会这个很有礼貌的招待你们。对啦，啊，作为客人通通来到这边帮你有吃有喝啊， Hand Pass 或者是可乐都有啊，可以，没有不用紧，还是你要划不来的爸爸也没有。哎，这个没有没有，不能不能，因为爸爸嘛，我怕他的手不够长，还不完。哇、哦，太肥了，是是是。他两只手不可以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，五秒，五秒。两个人合力才有可能做到。耶，一个人干活，不可能。好了，这时候呢，我们遇到的就是有两个传奇，有两个传奇英雄，往上走，没有问题。我走右边这一次。你走右边啊？右边有什么？有饭吃啊？啊？右边有饭吃啊？是啊，有饭吃我已经在了，但是这次不是。啊，这次不是，不是因为这样。要大便了。不是吃就大了吗？不是呗？大。真的是鸟屎，不要污多了推给我啊！这个好好的。我跟你讲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就是说好好找厕所喽。什么都别做了，不然再给人家欺负啊！怎么啦？我在欺负我的布洛克家？谁敢欺负你啊？拜拜！哎呀，哎，自己跟自己吧。是我刚跟我自己讲，哦，你要走了，拜拜。哎呀，拜拜！你个乌鸦，我如此丢脸。啊，拜拜！自己跟自己道别。对了啊。讲到拜拜就真的拜拜了、哦、好，所以讲不要乱乱做音效，连音效不准了，你的音效会让你受伤，你知道吗？你会让你的队友失望。那本能小心啊，闪过来，你们两个的血量都不是很健康。 OK， 先能打，现在气三领先的，嗯，领先就好，慢慢打上去，慢慢的压上去，我就上到一个了啦。啊，乌鸦，你过来呀、啊！鸟屎阵看过吗？啊，你不可能穿越的。什么？你又不知道他也是大鸟屎的吗？他是鸟来的吗？你不要跟我讲乌鸦是大恐龙屎啊！我不信啊！他的鸟屎跟我这个不一样。他大的一定也是。我这个杀伤力很够的，他那个、啊、他那个大鸟下去，马桶冲一下就没有了。所以他那只鸟鸟屎比人家厉害啊！一个真正的鸟大出来的大便没有一个螃蟹来的厉害。你是在欺负那只鸟啊，还是搞出来一个螃蟹呢？是不是？你看我这个鸟屎是比较厉害一点啊、你看我这个鸟屎是比较厉害的。我不知道，因为那个鸟没有大屎给我看。你吃过了吗？你讲哪一个鸟吃啊？那掉位置啊 ，Hello 位置在吗？啊，他现在在的话，他可能告诉我们答案。兼职吗？对对对。啊，好，可以。莫提斯，哦，对面有一个大鸟屎，大大只的这个，有图腾的鸟屎 ，OK， 还是会直接爆炸的鸟屎。小鸟屎要触发这个大鸟屎的。对，然后现在呢，直接疯狂的锁着莫提斯的走位。哎，莫提斯不见了。
他直接跑了。法克特呢，这样子就冷漠提示，你还敢来？你还敢来？吃过鸟屎吗？咪咪，兄弟打完我们就躲一波吧。可特 ，you want 啊 ？But shit， 给你 but shit。哇，原来鸟屎叫 but shit。哈、啊，我以为它只是叫 shit 罢了。原来有分啊，有分啊，鸟屎一定要加分的。But shit 嘛，鸟屎。跳起来哦。还是鸟 but 噗噗也是可以。啊，噗噗也可以啊。来，噗噗噗噗也是可以。你不要，总之就乱了。啊，等下弄完自己死掉了，差点了，刚刚突然一个大招差点就射到我了。哇、哦，弄到自己死掉那就不好了。你在那边左右慢慢这样子在那边，他等我一射补完就闪，然后结果呢？哎，射他死掉了。啊，这个不会爆的。好啊，会直接爆炸的，不行，还没有办法是吗？应该是还没有办法，你看他放图灯吗？他没有，就是啊，放个头给你先，然后可能都在旁边。可特，你要进来啊！进来吃 bullshit 哦！耶、oh, yeah, ！可是刚才讲回头射我，然后我的 bullshit 朋友就直接把他收掉了。不是 bullshit 朋友，是你的兄弟。我的兄弟就是 bullshit 了啊！不、okay, 是、okay, okay. 用 bullshit 来打死他啊！是啊，所以我的兄弟用 bullshit 了。我以为我的兄弟是 bullshit， 你知道吗？哦，这样就不一样。差哈点搞错了。不会的 ，bullshit 不会跟胖朋友做朋友的。哦，所以 bullshit 不喜欢胖子。这是不是就不应该了喽、啊？不应该，胖子，胖子那么可爱啊！对了，又好面，又会跳肚皮舞，射一射落地啊！终于爆出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刚才如果是真实的啊，原来是这样的。玩这个玩那个，我就是。好了啊，对面也是不屑了，嗯，有不屑、啊，加上 rocket and 不屑了，对了，还有第三个他们选择莫迪，我们选择了 Mr. Peter， 没问题，小事情，我们往上打，往上打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我剑哥不要动哦，乱动会中到不屑的，中不屑死亡的，不屑就会死掉哦。嗯，不要算账哦哟，直接跳了起来哟。对面的也是这样子讲啊，火箭不要乱动啊，你要吃不屑的，我一模一样的对白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跳起来了。一模一样的对白。对啊，如果刚刚他对白跳，他去对手那边了，也是完美的。哦，但是很可惜，我刚刚是跟你讲的嘛。不是，你刚是跟对面讲的，怎么跟我讲？我跟你讲呢，怎么跟对面讲？你刚是在叫对面的要小心，我叫你小心啊，啊不要乱中不屑啦、啊！哎呦，原来你一开始就叫我了，所以我来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叫你后，哎呀，我们还要快点嘛，来不屑给他啊！哎呀，他跑这样快的尾，是我还在跑，跑这样快的尾还中耐力了，中耐力他就死掉了，他也知道给他跑过了。现在零比一还可以，有机会打回来。不急的，不急，杀掉一个就。对，没问题，不急，慢慢的压，慢慢的压。我们填这个位置嘛，好掉了。已经打掉了，对，跟后面。没问题。哦，滴答。哦，我要死了，回个血。好，莫提又来了。OK， 回到。不是。哎呀，我的不是没有打到他。No。哦，差点，这个 big shit 就来打到你啊。No。我不喜欢吃 big shit 的，我喜欢吃 McDonald's 啊。哦、oh, ，小旭吗？喜欢。McDonald's 卖小旭的吗？我不知道 McDonald's 有没有卖小旭。哎呀。哎，我们21。看着莫迪，看着莫迪。对对，杀一个吧。就是莫迪啊，那一个。变走了。助攻。撞死我剑！哦，我剑直接跳起来。他拒绝了我的 big shit。但是 big shit 还是去找他，没有，他推到很远才。你要打爆了。是啊。喂！打掉他，快点 ！Oh no！ Oh, 这个莫提斯没有攻击啊，最后也是。嗯，顽皮。好了，这时候就有个普利摩，哦哟，塑胶酷肥仔。加上这个佩妮，等下抓大招就难。不用紧，不要怕，小小佩妮而已嘛。小佩妮，小兔子不可怕啊，拔萝卜的才可怕。来，打掉，杀掉，可以。喂。小兵建设，小兵选要不要对了？不要站在那个小兵后面了，会被建设很惨，会被建设很惨。来，塑胶酷肥仔，来啊！你不像鸟屎症啊！虽然你是畏惧饥饿，但是今天也让你看看滴答的恐怖。原来滴答也害怕，这样子。哦，对了，让他害怕。让他害怕。你放生气的脸在我面前呢、啊？来一起，兄弟们上！他放凶。生气的脸，大家羞你这样子讲哦，他恐吓我，不能这样的嘛！不要脸再等，
真的是不能这样咯，你很过分咯，你很过分啊，布利猫，你很过分啊，你。好，拆掉好，现在我们又回去找布利猫。不要，我要打布利猫罢了。你过来，这样你装在克制好。你放生气的脸给我哈，你很不爽是吗？不爽来打架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又追到我先，你追到我先，我再跟你打，来头撞他，他就跑掉了。你要不要放生气的脸？你快点跟我道歉，不要建设我。哦，他直接有一个大出来。不要，不要，再送个头给你不利猫，看你忙不忙。这个不利猫又回来了，我又要跑了。我没有放弃过的，你也没有放弃过。正常，基本上就是你们两个在这里，我在那跑下，一起打掉他啊！哦，建设了，水手，是不是不利猫？也陨落在我手上了。这时候呢，就要保住我们的，哎呀，保不住，别劝，保不住就先跑，跑，打电话打先，可以。喂，肥仔，这么你死了，你出来了，缩脚裤，只能打到残血而已。缩脚裤，你不要放生气的脸了啊！我冲上去了啊！哦，他放伤心的脸啊，知道错了。啊，这下我原谅你。啊，这又来生气哦！最后大和解吧，啊，不是，没有啊，最后林要离开直接台，放个生气，一定要拉黑，要挡杀这样子啊。咦，完了吧？完了咯，你还想要看的？对啊，我还想要再看啊。要怎么做呢？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。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，将会在每逢一三五晚上七点上传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